这个是什么？哇哦，没想到你身材这么好啊！今天有非常好游戏，而且是真的很可爱。来，我们来玩这一款灵魂潮汐。这个游戏呢，反正它就是在讲说呢，我们是一个人偶师吼，我们可以跟这个人偶产生连结，然后呢，我们要去打这个魔女，算是大概非常简略的讲，大概是这个概念啦。我们是要跟人偶有非常深度的这个怎么讲呢？我们不能把人偶当成是这个对不对？战斗的工具，我们要怎么样？爱他，就把他当真的人一样，真的婆一样，好不好？去爱他，去送他礼物，跟他达到一个心灵上的契合，这样子呢，就可以越来越强，这样子，懂不懂？不说了，先来玩一下。那他战斗的玩法也很特别，后期就是已经开始比较有点像解谜的感觉了。那他每踩一步呢，就会有时候会有事件啊，或者要打斗这样子。这个符号就是要打架，欸，这个敌人叫懒惰，他普攻叫枕席，拿枕头打人，好坏哦。奥义是起床气，懒惰不是敌人，是同伴，不能这么说，不可以这么说吧？欸，这只也很可爱，这只叫什么？暴食，那不就是我吗？怎么办？我被打了，哦，大招出现了，他的大招呢是会保护全体。打完咯，等等，那边有东西过来了。好饿，树叶好难吃。就算吃了一整株大树，还是好饿。哦，这个应该不是嘴巴吧？这是围巾吗？好饿，根本吃不饱。哦，要是有肉的话，跟我今天中午的感觉好像哦。要是有肉的话 ，OK。看他的，哦，好帅哦。那我们让你看一下治愈的这个，哇，超美！哎，怎么又开始这样子了？是饥饿到不行的我的状态。他真的好帅哦！他如果是高中生，是我同学的话，直接求交往，直接没有再跟他客气了。耶，打倒喽！新功能开启，祈愿。传说雪拉大人会实现虔诚之人的愿望。老网友，你渴望力量吗？渴望啊！我看看，他这边有限时的神机祈愿。欸，他写允许你亲吻我的脚尖，人类。不是，用电皮，你的脚尖根本没露出来啊，怎么亲呢？露出来啊！哦，好漂亮！哇，好想看这个，好想看这个被你挡住的部分到底是长什么样子。瞅瞅看哦，继续祈愿。哎，毕竟是踢零脚，好不好？而且我的手又这么的废，这很正常吧？不要抽！干嘛？你要抽是不是？吓死我了！什么颜色？等一下，那我们先出去，先看看你想抽谁。我一定抽女生的、啊。这个是踢零脚啦。那我就抽她啦。然后接下来的这些也都是不错的。哎、欸，这个欧洛拉很像你耶，就是很形象上很像。那我就抽他了，来啊，来，你想要哪一只？我要这个啊，科露雪儿。好，75%哦。对，75%怎么可能抽不到、啊？哎、欸，我的手就是抽不到，怎么样？怎么了吗？75%怎么可能抽不到、啊？你要点他的星象仪，点他的星象，他是女神，這個、你不要乱按啊、哦！他是女神啊！哦、星象仪哦，对，啊，这样是不是就没了？我看有橘色的吗？没有，来最后再祈愿一次。你看你乱点，女神生气了啦！哪有我点他这边 啊？那我这次如果照着我的点，哇，哎、欸，金色的，我就跟你说有保底没？哦，踢零脚。踢铃叫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蓝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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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科露雪儿，你跟你说
吧，好不好？五十冲毕业，呜呼！哇，太神啦！毕业咯，我们抽抽看这个词。女神，刚刚不是我，不敬的是他，我摸摸你的手。女神，你听到我的召唤了？不是我，刚刚那个真的不是我做的。来，哇，抽到了！耶嘿！我们来看看这个相伴是什么。这个点是什么？哦，可以摸它。摸头。哇，他长得很不适合摸头哎，但是通常这样子的角色是不是其实都蛮期待有人摸他的头的？就是看起来比较高冷的角色这样。被说情自重了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哇哦！没想到你身材这么好啊，吓到我了。哎，家园有一个东西，有一个爱心跑出来了。哎，房间真的有慢慢亮起来哎。看，哦，可以在这边选择你要的，就是你可以去商城买各式各样不同楼梯的样式啊。那家具什么时候可以抽啊？好想抽家具，商店里面吗？我看看啊，这边有这个和风家具，可以抽十次，来吧，大开运。哇，狸猫宝宝可爱。那我看看我家怎么用啊？宿舍是不是？啊，要二之一才可以摆放家具啊？那我就要慢慢往后推关卡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边。这一款呢是人偶补全迷宫探险 RPG 灵魂潮汐。这个游戏呢就是重故事性的，它跟人偶之间的故事啊，他们的羁绊，然后呢，跟这些角色的养成就是更深刻一点的，你可以更了解这个角色他的故事，他的个性，然后他的想法这样子，我自己是很喜欢。然后他的战斗系统呢我也很喜欢，就是比较偏，就是不是完全偏重在战斗上面，当然战斗是一个部分，但是他还是有很多的解谜跟探索的要素在里面，我非常的喜欢，所以很推荐给大家。大家如果就是今天看完之后觉得很有兴趣呢，或者是觉得呢这些人偶们呢就非常可爱，非常的香，就欢迎大家下载来玩玩看。好啦，那就先这样，大家拜拜。